嫂子，真是呢！哎呦我的妈，毛毛愣愣的，你咋呀？哎，咋还晚上长毛毛了呢？谁有功给你长毛毛？来干啥来了？嘿嘿，睡觉。你说啥玩意儿？睡觉。把你那舌头捋直了，好好说。处对象。找对象啊？那你去找去呗。你上我这干啥来呀？我不信你跟谁？小姐妹多吗？你给我划拉划拉，你让你大弟我也啥也成个家吗不？哎呦我的妈呀！你可别糊弄那些小姐妹了。你瞅你一天懒的啊，头不梳脸不洗，你瞅你造埋摊的，谁能相中你啊？啊，你别说那个嫂子，那王八炒绿豆还能对上眼儿呢？我差啥呀？还差啥？你说你家啊，房房没有，地地不种的，完了你智商还不老够用，人家都喜欢那个智商高的。你要说我条件不好，我不跟你俩犟；但你要说我智商不高，这是我非得给你掰扯掰扯。那咱俩就掰扯掰扯啊！我问几个问题，你要答对了，我就那个把你拉我节目群里边，咋样？你答对的话，你得给我介绍两个，你给我拉群里啥用？我都没人搭理我。那行，等你答对再说呗。那啥，听好第一题啊！你说这世界上什么东西最好吃？你包饺好吃。净说那废话，那你愿意吃，别人不愿意吃呢？你做的豆腐好吃，你嫂我整啥都好吃。你说话又不对劲儿啊！你再想想，你也不知道，你肯定不知道。吃不着的永远都是最好吃的。吃不着是啥玩意儿啊？还有叫这名的吗？我的妈呀！我说你智商不够用就不够用，这家伙还叫什么叫吃？就是啥意思呢？就是别人吃你看着香不香？那我馋呢。那不得了吗？啊，你再出一个，我看我真能答上，这有点那个啥了，疏忽了。行，我再给你个机会啊。说这个小白兔，它眼睛为啥是红色的呢？那胆小吗？胆小为啥眼睛是红的？那一害怕就充血，嘎家就红了，就来回这么整，它就一直红了。那你说那不对劲儿，那你咋不说直接说它好色得了呗？好什么色？好色？人还不对，还得这。人说啥呢？乱七八糟的。我跟你说。这眼睛为啥是红的呢？因为他吃胡萝卜吃多了，给眼睛染红的。胡萝卜也不红的，那么大酱色儿吧。我说他是红色就是红色。那你说红就红，我不给俩酱。啊，你再给我个机会行不？你最后给我出道题，我肯定能答。行，最后一次机会啊，答不对你可别磨我了。说，什么动物离人最近？苍蝇。哎呦我的妈！为啥是苍蝇啊？一睡觉就给你身边捋捋，成难受了。那蚊子还搁身边捋着呢，你咋不难受呢？啊，也是啊。小鸡儿。为啥又是小鸡儿啊？那过年前谁家都杀小鸡儿，顿顿吃小鸡儿给我吃够了都。那还有杀猪的呢，那也不对。寄生虫，这指定对这个。为啥又是寄生虫啊？我们每个人的身上都会有虫，就是都有寄生虫。我让小鸡儿吃那个叫什么那个打虫药来的吗？像那个小糖球那白不吃咧那玩意儿。哎呀，你这智商上来了。那你看你不你给我历练出来了吗？现在咋正事办了呀？那我找手机，我给你拉群里边啊。拉啥群呢？快走吧，你给我介绍去吧，走，我好安排你吃饭。